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和敌人合作，就是皇军的敌人，把消息传给东京。是。长官，那跟精武门比武的事情是不是要取消？不用了，不是每进士都靠黑龙会，这一次由我自己解决。是。 找到杀你父亲的凶手，出来！这个人被人收买，把霍先生买回来的鳄鱼肉下了毒，他背叛师门。 不用紧张，抬他出去。是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进来。是。全部出去。如果你输了，我就送这块匾额给你，这是我亲手写的。 Yeah!